透视已经结束了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禅宗说卦的实例解卦。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卦道有关的故事。在一个暗会舞台顶端，穿西装非常缘投的主持人，才拄啊走出来要介绍节目的时阵，无小心跌倒啊！看到这个情景的人，不只是现场的5000个观众，也有全世界拢在看播出的观众。大家看到主持人跌倒的时阵，拢愣了，嘛替伊感觉真歹势。但是下一秒，主持人面带笑容，家己站起来，然后将礼服顶端的分贝线拨掉，讲生笑讲，这个拨刀实在是拨甲无够专业。大家听完就对咧笑，然后就顺利化解这个互人爱笑的场面。最后，这个暗会伫主持人的引导之下，完美成功结束。大家只会记住伊的专业，无任何人提笑伊跌倒的代志。在80年代，真受欢迎的女演员，因为伫一出叫做《女人四十》的电影里面，表演甲非常的好，不但得到香港以及德国的女主角大奖，嘛是迄年的台湾的影后。伫个典礼迄天，伊要上台领奖的时阵，竟然无小心骨倒呀！虽然有人走过去要扶伊，但是伊真镇定，家己站起来，然后慢慢啊走到舞台顶端。本来伊的表情是真严肃，大家也伫咧想伊敢会见笑登上去。但是下一秒，伊煞笑出来，甲大家讲，真正是女人四十，行动拢无少年的时阵遐那流利。一句话不但讲出电影的名，也将现场的气氛变得真轻松。伊的智慧甲笑开，成功为伊带来更加侪掌声。在国外的一个典礼顶端，一个拄啊得奖的演员准备要去领奖，结果因为伤过欢喜啊，鞋啊去搞到伊家己的裙，跌倒伫个舞台边，但是伊真紧就重新站起来。然后继续向前行，在分享心得的时候，他非常感慨说，为了要走这个位置，实现我的梦想，我付出很多代价，这一路走到真正很坎坷，又很艰苦。当然一路上我也确实跌倒很多次。说到这的时候，大家就想起他刚才跌倒的模样，纷纷发出善意的笑声，因为伊真诚的发言，予伊成为迄天暗时啊上界精彩画面。人生的路顶，每一个人难免拢会跌倒，但是要安怎坚强站起来，要安怎运用智慧来应对甲进退，嘛是一门的学问。俗语话咧讲，就算跌倒，嘛爱迈起一把沙，才站起来。意思就是讲，既然拢已经失败啊，就唔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爱学到教训甲经验。失败不要紧，上界重要是爱想办法去处理，安尼才会当化灾祸为掌声，得到更加好的成就。第一，先准备三个古董钱，也是一般的银夹仔。图案那边代表阳，文字那边代表阴。先调整家己的呼吸，让家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然后将钱放在双手的手中心，在心中默念今仔日的月令日期，然后拜请拜请福气。文王甲周公，只是你想要占问的代志，会吉凶好歹。刷落来摇动手中的钱，将钱轻轻弹到桌顶，由下往上记录你搬出来的人的阴阳。当你清洗完内卦，也就是下卦的三爻以后，
爱搁再默念一摆，你想要占门的代志，继续拔出三个爻，完成外卦，也就是上卦的三个爻。补充说明，月令日期相当的重要，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判断吉凶，所以请大家爱家己去查万年历，也是农民历。举例说明，国历111年3月18日，伊的月令日期就是壬寅年癸卯月己午日。第三，确定好日期，接下来就要将空蒙的部分找出来。日期是由10天干加12地支组成的，两个一组配对，一定有两个地支无配到天干。这两个地支就是空蒙。比如讲，卜卦东江是己午日，咱将天干加地支拢配好了后，会发现戌甲亥两个地支无对应的天干。所以是空蒙出海。第四，咱咧记录爻的阴阳的时阵，爱记住以少的为主。譬如讲，三个钱当中是一阳两阴，也就是一土两仪，咱就爱记做少阳。如果拔出来结果是一阴两阳，也就是一仪两土的话，就要记作孝音。如果三个钱的结果都是同样的，就要特别做记号，因为这代表有变卦。三个钱都是鸡，就是老鹰，都是土，就是老鹰。在变卦以后，老鹰的部分会变成孝音，老鹰的部分会变成孝鹰。在装六亲之前，咱要先学会向装地基。装地基的原则很简单，就是阳卦装阳地基，阴卦装阴地基。阳卦为乾、震、坎、震，阴卦是坤、兑、离、巽。阳地基为子、寅、辰、午、申、戌，阴地基为丑、卯、子、未、酉、亥。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在装阳地基的时阵，要对顺时针的方向，因为子是乾阳之数，所以要照着子、寅、辰、午、申、戌这款的顺序来装。但是在装阴地基的时阵，因为米是坤阴之数，所以爱对历时针的方向照着米、子、卯、丑、亥、酉的顺序来装。对初爻开始，顺序由下往上，每一个爻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会记得咱有讲过，十二地支拢有各自代表的五行，对右下角顺时针来看，亥子为水，寅卯为木，子午为火，申酉为金，其他的丑、辰、未、戌拢是土。不如84000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就好亲像一支歌，会当有非常侪面料来解说众生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出现一道又搁一道的阻碍，会予咱以为家己疏忽了生活，其实咱只不过是疏忽迄个着急、惊吓、甲忧愁的家己尔。人生中处处拢是选择，快乐的过嘛是一天，痛苦的过嘛是一天。所以当咱碰到问题的时阵，绝对唔通逃避，应该爱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想办法来改变对咱不利的局面，才是正道。今仔日咱特别用各种无同款的主题来甲大家介绍一寡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看是要如何透过易经八卦推算出问题的答案，以及如何将咱捌学过的解卦技巧
实际运用在生活当中。这句歌是歌词要问起咖啡店上班的状况，包括以后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歌词去一间店上班的话，恐惊会碰到人际关系的问题。包括日期是丁亥年，加四月，丙戌日，空蒙是五味。歌词播到的歌是《山水梦》。歌词自从大学毕业了后，就一直伫咧做行政相关的工作。伊今年26岁，最近伫咧考虑要改变方向，专做餐饮相关的工作。因为以前的梦想就是开一间属于伊的咖啡店，所以决定要先去家己店应征看卖啊，累积经验。歌神原本是想要应征连锁咖啡店的店员，但是离因家比较较近的咖啡店拢无欠人。后来，伊收到一间私人咖啡店的面试通知。伫个面试的过程中，对方甲伊讲，工课内容除了爱烘咖啡豆啊、磨豆啊以及包装以后，也爱学习泡咖啡，甲做简单的点心料理。而且因为店内面有真侪咖啡相关的设备，所以每工的清洁量嘛是真大。另外，各社问门面试的主管，才知影因店即卖店员拢是餐饮科出身的，而且伊来面试，只不过是因为目前人手无够，着急要请人尔。各社听到主管的口气，就感觉这个人真歹斗阵，加上伊嘛担心家己毋是本科出身的，会对袂着其他的同事。反倒回来造成大家困扰，所以在他收到面试通过的消息了后，他才会想要先透过八卦来知道去咖啡店上班好还不好。首先是细伢的部分，细伢出头的子孙林月玲又个林吉神非常旺，子孙有财源的含义，可以生用神的车载，但是本卦无财车用神有金的车载附在细伢之下。用神出现无情的状况，表示歌神去咖啡厅上班，不止会赚袂到钱，对未来的发展也无啥物帮助。应后坐修行阴幕的爸母休求无根，细后代表歌神家己，应后代表伊要去咖啡店。应后的爸母等于是主管，所以应后的爸母克细后的子孙。就表示咖啡店的主管会对歌神无好，而且在那间店上班会非常辛苦。然后新头的子孙虽然有日月来扶王上，但是甲月龄以及日子亲属冲，不但日冲暗淡，又阁是月破的状况。而且然后的子孙甲细后亲属冲，代表会出现咖啡店其他的员工排斥。个性的问题。总结来讲，问起上班的状况，用心看车载。虽然细后坐林月玲，又个林吉神的子孙，原神子孙会当生用心的车载，但是因为山水门这句卦并无车载，只有有金的财富在细后之下，所以就算用心的车载有日月来生，嘛是用心无情的卦象。佮加上日后新头的子孙，佮细后的子孙六冲，应后的爸母克细后的子孙，所以个性若是去间咖啡店上班，可能会佮主管以及同事做伙了无好，人际关系会有问题。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心安宁，投资求财必得利，做伙学易经。家庭幸福应港心，修行路上可见性。三种说卦节目好奇账号：42274784，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这句卦是顶世要问伊的朋友久病状况，根据卦象的显示。病人目前的病症只会当得到暂时的缓解。
而且未来好转的几率真低，状况只有愈来愈坏。报告的日期是木柱年寅时月，命数日看梦是五味。张氏拨到的卦是坤为地，当变水地皮。张氏的朋友因为饮酒伤多，得到肝硬化的病症。最近病人也出现喉部积水的现象，积水的状况非常严重，伊的腹肚甚至比有薪十个月的产妇搁较大。为一年前开始，病人就排队等要换肝，但是伫台湾需要换肝的人实在是太侪，捐肝的人算是非常的少，所以一直拢轮袂到伊。虽然病人有两个囡仔，但是一个因为还未满十八岁，未当捐；另外一个因为体格伤过瘦，嘛无法度捐肝予伊。因此，病人只会当继续等待。即马因为腹肚的积水的关系，病人的双脚嘛拢肿起来啊，影响到伊的行动，而且也爱请啊转去病院抽积水。所以病人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坏了。张先生就是因为看到他的朋友这样，所以才会想要透过八卦来知道他的朋友的病情如何。我们先来看细牛的部分。细牛有金的子孙，有日月来生，是王上的精灵，子孙代表医药，所以目前的药物治疗是有效的。虽然不能说完全根除病症，但是至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因为这句话主要是要问朋友的状况，所以用心爱看应敖。应敖用心包袱的官贵休求无根，用心的官贵表示病人身上的病症不但真歹治疗，想要断根也非常困难。五敖坐官神海水的车载，当速度兄弟回头客在后，不但休求无根，也被月令以及日子来夹克，而且由同化兄弟回头克，所以是无用之元神，无力去生应老的官贵。安尼卦象代表病人的状况暂时也算是稳定，只不过想要医药好，恐惊是真困难。总结来讲，张生拨到的卦是坤为地，当变水地皮。本卦六冲，孤病逢冲是四卦，对病人未来病情发展相当不利。应敖坐卯木的官贵，代表病人目前是病魔缠身，真歹治好的情形。不过因为用神的官贵休求阁无紧，而且五敖的元神车载是无用之元神，无力去生官贵，加上细敖的子孙旺盛。子孙会克官贵，以及二爻的爸母入未旺，又搁入日旺，所以才会讲病人暂时无啥物大危险。这句卦是苦涩代替伊的太太问因太太的健康状况，卜卦以后得到的结论是病人确实是有复发的现象啊。而且伊个病情已经摊开去啊，病情真严重。卜卦的日期是癸子年一抽月木寅日，可能是辛酉。苦涩卜到的卦是三合比，当三爻、四爻、五爻、甲六爻变泽类水。苦待35岁时阵得到年癌，同时完成治疗了后，伊只有追踪伊个病情到50岁。后来因为检查出来一直都是稳定的状况，他就嫌麻烦，没再继续追踪了。他现在63岁，跟他的先生住在香港，前一段时间苦太没胃口和精神，他还以为是感冒了。后来因为发烧一直都没退，去病院检查才知道是肺炎。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苦太的健康状况也是很坏，以前啊，拢会化全身骨拢咧疼。这个时阵，伊才想起来，家己有得过鼻癌。苦涩马上就甲伊个主治医生讲这件代志。
医生怕是年癌转移，所以就替伊安排进一步的检查。伫个等待结果的时阵，护士非常的紧张，因此才会想要先透过八卦来知影因太是毋是癌症复发啦。问病的用心爱看官鬼，细熬麻木的官鬼有日来扶，官鬼姿势就表示疾病缠身啦，嘛代表躯体确实是有旧病复发的现象。应熬属土的兄弟，同化海水的车载，兄弟旺相，代表开支治病嘛无效果。三熬元神坐海水的车载，同神土的兄弟回头客。在熬不但休求无根，也甲日子引海合，所以袂当生官鬼。五熬主水的车载，同有金的子孙回头生。在熬淡化空亡的子孙，就表示食药啊嘛无法度发挥上大的效果啊。用神的官鬼两现以淡为用，然后在用神阴木的官鬼淡味土的兄弟，代表疾病的官鬼临的神又够有淡，就表示病人的病情会愈来愈严重。用神阴木的官鬼坐伫三合壁的上卦。更为山的范围内面，人熬主头部，就表示病人体内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头部，甚至是骨头啊。总结来讲，苦涩半条的卦是三路比当变泽的水，本卦六合卯属合，古病风合，就表示这个病会拖一段时间。官鬼气势代表躯体原本就有破病状况，代表疾病人后用神阴木的官鬼当，就表示病必当。病人的身体状况会愈来愈无好，病情会愈来愈严重。这句卦是老小姐要问去公司上班的状况，根据卦象的显示。这份工作不适合老小姐，而且她可能会跟主管有意见不合的问题，包括她是今年丁亥月寅戌日空亡是主头。老小姐拨到的卦是乾为天，当初后变天龙卦。老小姐毕业了的第一份工作是服务业，但是做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挡不住主管的刁难，决定要离职。就伫老小姐投出去的每一个履历表的表，拢无得到回复的时阵，有一间公司的主管主动联络伊，邀请伊去因的公司面试。对方的公司要找的是业务行政助理。老小姐看完网络顶端写的工作内容，感觉也袂歹，就答应要去面试啊。面试的时阵，老小姐才知影，伊的工作算是公司的底线，除了爱接电话以外，嘛爱负责填订单甲排货。只有伊将订单送出去了，工厂才会当制作，而且货品嘛爱等伊排好了，司机才会当分配运送，所以压力非常的大。佮加上伊从来都无这方面的经验，而且因为前一个员工要离职，所以必须爱伫一个月内面全部拢学会晓。面试的主管也讲，若是会当的话，上好老小姐明仔载就会当来报道。老小姐听完了后，一方面非常的紧张，一方面又佮因为台务袂歹的关系真丢度，因此伊只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伊敢有适合去这间公司上班？首先是细熬，细熬属土的爸母林吉神，爸母主操劳，表示这份工作会真辛苦。老小姐必须爱付出真多心思甲体力。应熬新土的爸母不但有日来扶，也有日冲暗动的情形。应熬代表公司爸母有主管的含义。应熬甲细熬六冲新四冲，表示老小姐甲公司的主管袂合，容易发生冲突。问工作用心爱看官鬼，四熬用心误会官鬼，休求无根，
而且从后主主的子孙党会刻用心的歌曲，所以这份工作无适合刘小姐。总结来讲，刘小姐播到的歌是《千里天》《东边天龙歌》，本歌六唱，唱有唱山的含义，就表示这份工作做袂久长。因为用心是一个五岁的歌曲，所以要特别注意主五唱的状况。因为主五唱会将代表工作的用心歌曲甲强调。如果刘小姐真正有去迄间公司上班的话，家家嘛是做到主月尔。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实例解剖，希望透过今仔日的解说，会当予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透过易经来替家己指引方向、解读疑问，走入易经的世界，了解卦的运用，掌握家己的命运，予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感谢你今仔日收看，咱下回再见。